哇哦，这是什么游戏？乍眼一看还有点像战地模拟器，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中世纪版的战地模拟器。这游戏叫做《龙之领域》，目前游戏内容还是比较少的，有的人会说这是奇砍简易版了。游戏内容也非常简单，只需要占领对方的阵地就可以了，战斗开起来也非常的上头，后期还会开启创意攻法，你可以化身成法师、弓箭手近战。目前内容还比较少，后期会添加的。现在我就是一个长枪兵，站在这个巷子里面，他拿我完全没有办法，过来一个杀一个，请叫我巷子战神。现在我使用的是一把弓弩，而且这个弓弩上面可以给他点火，非常的好玩。对手是一个迟钝剑士，他把我的弓弩直接给挡住了，所以说你还得绕到他后面，或者是换一把武器来针对他。看到没有，这个持枪的他就是一个莽夫，直接冲过来就被我狙掉了。或者是你可以化身鹰眼直接爆他头，纵使敌众我寡也能从万军丛中取上将首级。你也可以化身孤勇者冲入敌方阵营大杀四方，木盾在手天下我有，一个格挡一锤，一个小朋友，还有老六弓箭手从后面偷袭，没关系，射程不够，拉开距离，先把最近的搞定。来呀宰总，来呀，看我一锤，打击感还挺棒的，后面加入创意工坊的话会更加沙雕。哦，这游戏只有130多兆，不知道你的电脑扛不扛得住，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试试，拜拜。